的事情办好了没？严笑宇的协议我没有去签。你怎么？哎呦，他怎么又让你抱着？他的腿不会走路吗？奶奶，都是孩子的妈妈了，怎么还随便出去喝酒？秦家这是什么家教啊？帮我系下领带。哦。秦慕轩，下次再让我发现你出去喝酒，还跟别的男人鬼混，别怪我不客气。怎么，一大清早就想勾引我，秦小姐？触碰阳光的